这天都开黑了。我们今天直接从重庆开到了映秀，本来是要提前一个小时到的，但是从那边过来的时候，下道口走过了，那里是一个隧道，一个隧道，那几公里的隧道，你从进隧道的时候走错道的话，出隧道它就过不了了，因为是实线，所以说又往前面开了几十公里又倒回来的。等会儿先到映秀那边去找地方停车吧，因为天马上就要黑了。今天晚上停的这个地方应该还不错，这映秀下了高速之后，好像这里是一个游客，是一个游客中心吧，前面有一个限高杆，两米五的限高杆，我们车三米就过不去了。映秀游客中心只有停在这里了。今天咱肯定去不了了，因为天都马上黑了，快到八点钟了。今天我们开了将近500公里，从重庆直接开到的映秀，一到了这里下来感觉瞬间不一样了，它地上没有那种地气，好像不热了啊。我看天气预报比重庆凉快10来度，真的呀、这里27、8度吧，那就太好了哟。重庆的话37、8度，挺清静的，休息会来做饭吃。这里啥都好，朋友们，青山绿水，云雾缭绕，风景特别的漂亮，温度也特别的合适，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蚊虫太多了，咬的人很受不了啊，闻着香味来，太多蚊虫了。今天我们准备晚上做一个，也在吞口水了，不要慌，等我吞口水吞了来再说。哎，这个酸菜猪肝汤放下去了不？不知道这个汤的咸味怎么样、汤刚刚尝了一下，一点都不咸。一点都不咸吗？那还要放点盐哦。嗯，这个酸菜可能不怎么咸，买的，加上我又把它洗了一下的，怕有沙什么的，怕这玩意始终没有自己弄得干净，对不，朋友们？味道还可以，闻着还挺香的。关键是技术到位啊！再等它熬一会儿吧，熬出味来了。我去拿个盐来。对，你把盐拿来，稍微放几颗盐。做好了，一菜一汤。哎呦，感觉还是不错的哦。是。今天从家里面出来的时候买的。说实话，我们还没有，基本上出门的时候一次没有走过这么远，开了500公里。嗯。这都是没办法，关键是一路过来太热了，太热了，你怎么办？你只有往这边开，往这边开还好，嘿，它凉快多了，这。日子过着就要舒坦点了噻，顶多等会儿吹个风扇，空调是不会开的。嘿，吃饭的还走一口来，朋友们，还是这个味儿巴适啊！吃，哎呀，好多蚊虫咬我哟！你看咖啡在干什么？他就在那里打喷嚏。看见我们吃点猪肝，你心里面很不爽。他也想吃咖啡。一天天的。叫了他，他就不会再打喷嚏了。这酒足饭饱了，电视也看得挺大半天了，都准备睡觉了。睡觉了就面临一个问题了，我们三个人，女人又来了，这咋睡呢？买房子的时候，别人厂家销售人员都在说6座6卧5座5卧，就给朋友们看一看吧，是不是真的是那么一回事。去年女人来的时候，我是睡的这上面，睡的上铺。但是今年这东西越来越多了，都是有用的呀。那是被子啊，薄的，那一包是女人的衣服。这些纸巾，那边又是冬天的衣服。就是啊。这个没办法收拾出来睡人呢，这上面。我上来看一看。你看吧。没办法睡人，
对呀、啊。这些东西放哪里嘛？这个是换洗的被套，你长期在外，不可能没有换洗的被套啊。嗯。这一个是那个充电那个电瓶的充电器。这些是冬天的羽绒服。这一个是单反相机，这些是冬天的羽绒服。那边。哎呦，这麻烦哦，那六坐六卧，往哪里卧呀？像咖啡一样卧吗？咖啡，像你一样在地上的卧是不？地上的卧。想了一下，那不是，买的时候别人还说了这卡座吗？有，当时说的是。上铺睡两个人，这床上睡两个人，这卡座弄好了睡两个人，这还没有睡过这个，这上面是真的睡不了了，朋友们。这些东西太多了，还有这个季节啊，你睡这上面你们感觉热不？反正看着这玩意就热。这你说，比方说你五个人、六个人，对不？你出去一起玩，你不可能那车上都不带行李啊，对不？你行李这些带了往哪里放啊？你总要这个上铺，基本上我看好多车友都是拿来放成东西来了。先把这玩意看怎么把它给弄下来，弄下来之后睡了试试看，试一下看吧，还没有操作过这个，这个能把它弄下去，整反出来。这把它弄平，看可以不？也还可以、啊，这边还好没缝，那边有点缝嘞。真的吗？可能这里睡起来稍微凉快一点，我感觉。肯定比上面凉快。对，绝对比上面凉快。上面那只有怎么这一米都没有，那高度的话，睡着还是有点憋屈。这样睡吗？这个睡着。不够长吧？斜着，嘿，刚好合适，还是可以的。刚好合适，管他呢，总比在那上面去挤着睡起舒服一点嘛，对不？那上面把它稍微收拾一下，也有这么宽一点。那万一怕的是那睡了，那掉下来了咋整呢？这么高，再想一下这玩意儿怎么给它铺了垫一下是最好。刚刚去找了一床这个空调被，拿来垫一下，因为这边还特别热呀。也没有那种到厚不薄的被子了，如果说稍微下半夜有点冷的话，就这样拿一边来抱，拿一边来，对，拿一边来在下面，拿一边来稍微盖一下就行了。我想的话至少这里不会太冷，晚上这个季节就这样吧，是不是和你们想象有点不一样？肯定有朋友们在说了，哎呀，你两口子那整的东西太多了，你天天在这上面生活，不可能没有这么多东西，真的，朋友们，没有这么多东西那是骗你们的。像下面这些柜子全都装满了的，烂渣真是太多了，杂七杂八的东西。看吧，对你睡也试一下，就这样。我和我女儿就睡这上面，感觉还是不错。说实在话，这至少。比床车这些好得多嘛，我感觉这里还可以说悄悄话耶。